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完了，差一个，差一个，插歪了，不好意思。全军出击。那个欧欧的歌叫什么来着？给我打死他！那派克没有，艾克没有意义。滑板鞋居然不上线儿，挖哪走？挖哪走？不要问我为什么交闪啊！你只能战胜自己。踩住，哦哦哦，扎 A， 再 A。打死他，一个兵别让他吃啊！进草丛，进草丛，进草丛，先进草丛，先把小兵仇恨给他清了，还一直 A 他，一直 A 他干嘛？能打过这日女儿不？日女儿双杀可以接受。我们生长在暗夜和心灵的夹缝中，但我们必将凌驾万物。滑板鞋依旧一级啊，而且他一大波兵没吃着，兵线往我们家这边推。滑板鞋坚毅的长枪在麦田面前躁动，哎，我们俩三级滑板鞋依旧一级，滑板鞋依旧一级。世界在动，世界止步不前。他只要敢来，我就殴他。踩住，哦哦哦，扎，还在那瞅瞅个屁，你瞅什么？他还又死了，他还敢再死？继续给我插后断他。艾克来没关系，来，踩住，点燃，
扎 A， 有扎，都给我打死，没关系。你老换我，换吧。我的 BGM 该停一下了。滑板鞋挂机了，我就没明白了，挂什么机？你说？吃药啊？没吃药吗？为什么不早说啊？不知道我记忆力不好吗？不再背负恐惧。你早说你有那啥，我就不吃了。力量意味着你的毁灭。这剑姬一开始我问他能不能打辅助，他跟我说不会，他说他只会打伤，并且都直接打穿的那种，然后六分钟还没给人杀了呢。你六分钟都没杀人，你说你怎么给人打穿？我的妹儿啊！我要在天界刻下属于我的伤痕。二级的复仇之矛。复仇之矛在干什么？这能给他放跑了。哦哟，闪现踩住，哦哦扎 A， 这劫好像有点厉害呀，这劫。崩死可以，这大劫好像有点厉害啊，咱先来个布甲还得吧。我还要死多少次才能学会活着？我在干什么？我一开始以为这艾克要闪现，你知道吧？这不二换二吗？刚才还可以，其实。踩住，哦哦哦！我扎。踩住点炎，哦哦扎！上路赶快一波，踩住，哦哦扎！漂亮！这咋不打呢？这青钢影不是让我哦哦了吧？这我们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我曾一落千丈，便可再度攀登。我直接飞他得了，要我说，咻，哦哦哦，扎 A，
加速，漂亮！星辰遥不可及，于是我握起长枪，瞄准天际。神兵天降，可以，这个名不错。啊！以后我们就叫神兵天将。Ally has been slain。品尝过神的恶毒，就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。我来补个炮车。艾克来了，好。Hello， 艾克，踩住哦，扎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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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扎，我扎。平 A， 平 A， 你俩不杀那蓝枪，你跑过来杀我？杀我是吧？我出个反甲。又不喝药，刚才喝不喝药其实也都够呛了。艾克也打不过这剑姬啊。在我的身后一座云城，这剑姬来十个我打十个。抓。我们再来补个炮车。每一下心跳的间隙都是我出手的时机。你这一打就打挂机，我必须得给你来个 BGM 了。我就没动过，不让我动是不是？是不是不让我动？行啊，不让我动。打不着塔底下的日女，她不怕死，谁知道她这么不怕死？找一找这艾克去。神兵天降，踩住哦扎，你跑。踩住哦扎，你跑。本来吧他蓝是够大的，他直接大招回来也是可以的。哎，他不得，他不得，他还非得要烧一波，他还得区区真低呀、啊！
高地插个眼儿。为什么又清兵规则了呀？我一共也没补几个兵啊，我辅助清俩兵咋的了？就清兵规则，来踩住，哦哦哦，扎！我扎你一下子，真骚啊！哎，加扎！兄弟，这一个人一个闪现杀的艾特合适吗？居然是特攻劫！你先猜啊，我就在你旁边。踩住，哦哦哦！BGM 呢？哎，这扎我这反甲给谁出的呀？我决定用 BGM 结束这场的战斗，看看对面 ADC 到底是真的退了，还是说他是在的啊？他并没有退。哎，这怎么不创了呢？这峡谷先锋，这最后的基地他不应该创一下的吗？算了，下一把吧，神兵天降。